上次我做嗰个有点失败，没关系，当我最研究，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number one 的啦。嗱，你猜啊，这样，啊、这个就是风筒。啊，咁我准备很多嘅，上次就比较，我觉得啊很失败，这次我要成功给你们看。结果就是因为我大概啊昨天已经做了啦，啊，就是啊呢种东西，啊啊我已经做了啦，呢度还有啊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？有塑胶啊，还有啊铝的，还有一个是啊不锈钢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不啊不小心感觉的时候，可能用了很久呢，它粘得很紧很紧在里面的。咁啊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？就是如果你咁样缠它，即系好似我上次做不厚不完美，就是少了这个风筒啊。就是我方法也是一样，但是上次没有用过风筒，但是今次我要风筒来吹一下。number one， 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很简单，呢种就是薄三纸啊，呢度咧啊，呢度就是一种包纸嚟嘅。首先呢，我擦一阵啊，好像一种啊凡士林啊，一种油嚟，很油嘅油膏嚟，凡士林之后，然后我贴张报纸啊，它因为凡士林比较不够湿，然后它擦啲润肤膏，好像我啲皮肤膏不要的话，跟你擦下去，然后擦上一张报纸，整张湿了啦，然后咧就贴张报纸啊，贴张啦啊，保鲜纸放在大概一天就比较好，比较安全一点，它一定会啊弄得出来。为什么做这个？还有那个不锈钢，因为不同凡士可能你知道。不同的可能不一样的，我就做给你看啊，就很简单的哈。我就准备一样东西给你，我要抹掉的啊，拿张啊，我拿张报纸来抹就 OK 了，布都可以，不过我做东西唔可以嘅，最紧要手上有什么我都可以拿来用啊，我怎么做的哈？咁啊，我首先啊，那个风筒已经我第一期给你看 ，OK， 我怎么做出来先？我首先就做一个 aluminium 啊，呢个铝啊先，拔出来，又拔出来。其实呢度东西呢，我看它不够，因为我已它很硬，过了很久，就是这样的问题啊。我要开两个仔，很简单哈，然后就那种吹液来，吹液，很热了，很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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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然后我就准备个东西哈，来，不用很硬的东西啊，用手夹都可以，所以证明今次真的很成功啊！我终于吹多一下，因为你没有用那个方法。用一个风筒吹它呢，你根本上就不可能弄得到哈，来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因为你因为经过很久的时间哈，吹它很远了哈哈，应该很成功的了，我对你们说，很成功，很成功，已经吹都丢了丢了了哈。如果那个，因为它已经很久的，很久很久了，已经。如果是新的，应该没问题，很快弄出来了。那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如果你写上，呢啲系一定定印啫哈，你擦没有纸在里面，系种印啫，用得很久那个胶纸。还有我示范给你看，这个就是不锈钢，那个不锈钢也是拔出来哈，那个也是很硬的哈。嗱，呢个用手夹都可以刮得出来，真的用手夹都可以刮出来，因为如果用手夹刮出来咧。对表它什么？很容易啊，那个更容易。我们削它。如果你用手夹都容易刮出来，就证明它真的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很 easy。OK。很简。哇，你看，哇，我用手夹都可以啊！哎呦，我用手夹都可以啊！所以证明之下，我没有骗你了，今次就很成功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有之前我用嗰啲。
啊，凡士林啊，报纸啊，根本上做不出来，因为我以前试过嘛。但是我没有用风筒来吹，但是我甚至正是用风筒来吹，系咪味？真系咪？如果我有一个铁丝嘅擦，擦一擦就好干净嘅啦。你看下，没有纸啦、啊、吓、啊，因为我只手，因为我啊讲时间，我不记得放在这边，没关系吓、啊。你们看到吗？吓、啊，很好啦。OK， 还有个塑胶啦、啊，塑胶也是这样吓、啊，啊，拔出来，拔出来，塑胶也是这样。啊，咁系特别系啊，塑胶比较容易。不过如果你觉得容易呢，也是放一点，也是蛮好，不错。咁啊，我而家继续吹，因为塑胶你不可以太过热，把晒啲塑胶。啊 ，OK， 哇，很意思哦，嗬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塑胶比较容易，因为塑胶。啊，因为它很滑的东西，啊，不像嗰啲阿鲁米啲啊，呢啲嗱，你看 ，OK， 嗱，我给你们看啦 ，OK， 看这个，嗯，看这个，嗯，然后啊，看这个，啊，这个我也做出来，唔浪费时间啦，因为我有两个 ，OK， 呢、啊这个也是这样，刚刚做出来嘅，啊，刚刚做出来嘅，刚刚做出来，就是因为我上次为什么？啊、不成功咧，失敗率咧，就是因為我沒有啊、用這個風筒。如果我們啊、用剛才說花士林啊、凡士林啊，還有這個保鮮紙包一個晚上24小時，然後用個風筒吹一下它，一定成功，100%。所以我沒做的時候，我都感覺我已經成功，因為你沒有做之前那種東西，根本不成功的，我知道的。所以因為我上次沒有用風筒，就是現在我就加咗一次。嗯，好的，帮我订阅，拜拜。